杀很大，还记得在 PS3 与 Xbox 360上登场的《杀手已死》这款游戏吗？没错，台湾已经证明叫做《杀手挽歌》喽。而本作最好的消息就是即将在 PC 平台上登场《梦魇特别版》。玩过这款的玩家们都知道，这款游戏最特别的就是可以把妹。究竟新增了哪些内容呢？赶快来看看吧！明暗反差的卡通风格游戏《杀手挽歌》是一款创新的动作闯关游戏，由电锯甜心制作人须田刚一所打造。故事背景设定在于我们相识的世界，玩家们将操作机械手臂的刽子手摩多查帕来处决世界上的罪犯。创新的美术风格与震撼的动作表现，让游戏在 PS3 与 Xbox 360平台上有着很高的讨论度。这次登场于 PC 的梦魇版本增加了全新难易度模式——梦魇模式。在模式中，透过肾上腺素激发与爆头等攻击方式来击败敌人，并有 QTE 的终结技能。除此之外，玩家游玩第三话之后将开启剧场模式，让玩家可以欣赏过场动画与额外的角色背景资讯。而本作最大的卖点，除了爽快的动作玩法与美术之外，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把妹。游戏中有许多美艳的女郎，让主角可以与她们来一段刺激的互动。玩家们可以趁美女不注意时戴上 X 光透视眼镜来偷窥，借此增加胆量值与好感度。当数值到达一定程度后，就进入了限制级的床戏。碍于尺度的关系，玩家们想知道更多的游戏内容，就得自行游玩体验哦。